因为不好洗耶，你们看哦，我光洗就其实花蛮多时间的。我只有看过一次变怪戒指，然后刚刚就拼了没有拼到，就只有一次变怪戒指而已。完了完了完了 ，BBQ 了。我们今天要当钢之炼金术师，天堂之炼金术师，我要练变怪戒指，或者说如果有大黑杖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也可以练一下，练给我们家的小法师。噔噔噔噔噔，非常多的装备，那我先拿一些出来，我先把这些都把它拿出来，一些材料。我们会不会光整理包包，我们就过了一个小时了？听说两蓝三绿是最好的，然后这样子六七八是最划算的。我是炼金术师啊，我原本想说要去买那个魔法师的帽子，可是没有时间买啊。我先按一下好了，进行预测。对，超级配方那个是什么？就是林夕教我的，他是炼金术师之一。红狼长靴吗？不要。可是好像要加一以上会比较好哦，2%好像很多哎。来了，如果我跟你们说，如果我第一个就中阿勒尼亚必加，我就送我们家。如果啦，我说如果，因为我这样第一个就练到嘛，对不对？开红，好不好？我就送我们家法师。来，一二三 ，Go！ 哎呦，呜呼呼呼，这画面好酷哦！蓝色的哎，还好啦，没有很亏啊。视频哎，还蛮疗愈的，它那个很疗愈啦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喽。三六两个，哎，走，走起。无心刚抓，这个会赚呢，我看几率多少。靠，0.7%，想骗我钱？不要。雷雨哎，雷雨几趴？可是他刻印的，刻印的好像没什么搞头啊。天使魔杖、红狼头盔、不好、飞龙皮手套，我们看有没有紫光。炼成几率1.8%跟6%，0.6%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太低哦。下一个好吧，听你们的。我相信观众是对我好的。我是钢之炼金初学者啊恶魔戒指不幸钢爪1.7%跟1%，你们不觉得这个几率都会很诱人吗？好嘞，各位观众，噔噔噔噔，试试看啦，就练好玩。不然一整天都在刷钱，都没有看到他这样子转。哦，又是斯科巴项链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我好像没有像我看一下，这可以比对吗？0.6，丁特是按的啦。好，丁特按我就按 ，Go！ 我有100件呐、啊，随便呐、啊。丁特说加三这种就是觉得是一种爽。这是什么恶魔王枪？我觉得我们的骑士是不是要100？哎、欸，我怎么练到的都不是我想要？哎、欸，2%，哎，我觉得这也可以哦，出发，1000够够啦，不要买给你亲戚乖，好，我都买自己的好吃的，我一个人可以吃1000块，你相信吗？前最贵的红舞呢？变起来，溜起来哦，各位，各位观众 ，Go！ 敢不敢给我？没过。哎呀，可
西，我觉得他很故意，他都很喜欢在这个我要的东西旁边周旋。你看我刚刚说我要舵工，然后他就也不在那个这个臂甲旁边周旋，这是很白目哎、欸，因为不好洗哎、欸。你们看哦，我光洗就其实花蛮多时间的。我只有看过一次变怪戒指，然后刚刚就拼了没有拼到，就只有一次变怪戒指而已。完了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，真的 BBQ 了，真的完蛋了。天哪，洛凡把家当的变怪戒指掉了！我的天啦！太快！加三的，没关系，机车哎，大黑，哎呦，准备好了没有的华师们？来了，加油 ，Go！ 你不要怕，加油啊！补一下自己，补一下。很故意耶，好，变怪戒指哦，不死项链加一哦，看一下2%，这一次我看一下其他人啊，我要来，各位有机会了，来3%拼了 ，Go！ 我们一点至少练出一个红的东西吧，我们只要练出一个红的，我们就可以升级为，哎呀，我们就可以升级为终极的炼金术师。哦哈，感觉可以耶！哎，无心流个右边转轮，好歪呀、哦！好，2%，要立功！靠，他很故意，他这样子继续。然后机车，我都以为要中了，你知道吗？超过分的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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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不成我们要拿加一的选择项链了？靠！啊，多花。公主那只是那个红装紫装宝库啊！啊！哎哎！哎，要中了！到底是什么腰带？结果是皮带。这个就是太重了啦，至少有出红啊！那我应该是算中阶的炼金术师吧？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想要跟若凡互动的话，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哦，别忘了你们的按赞订阅小铃铛是若凡的动力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